老爸老妈哥哥姐姐姨妈妹妹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西澳，然后这里是 Bell Tower， 这里现在风景挺好的，天气也很不错，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挺热的。大家看一看后边，后边是 Swan River， 很漂亮的。So， 我们就回家再见吧。我在这边很高兴，大家放心吧，回家见，拜拜。